何这样高兴啊？夫人，是才秋夫赴宴，终为年兄作媒，把女儿奉殿，许配秋年兄之子，幸可我状元了啊！啊，好，好啊！老爷，女儿自有娇惯，还是将她唤出，看她的意下如何？员工，快快请小姐下楼。月光，快请姑娘下楼。请姑娘下楼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是个痛快人，不知吴状元他。
闺女，这一回咱可找对人了。他跟恁爹脾气一样，也是常虫吃扁担。此话怎讲？只刚一跳。既是这样，那俺就没啥说了。即使我儿愿意，你就回房去吧。回去就回去，俺就是不惹娘生气啊。不行，我还得嘱咐两句。哎，你又回来做什么？娘啊，往后你别让俺爹再吃酒了。怎么了？哎呀，吃酒多好无事，娘啊，他要把孩儿的婚姻之事再耽搁下来，孩儿我可是是什么？八月里掐骨。此话怎讲？岁数大啦。不要往下讲，为娘明白。哎呀，明白人好说，糊涂人难缠。儿啊，回房去吧。回去就回去，俺还是不惹娘生气。哎呦，了老天爷呀！往日提亲，我的婚姻总是不透，这一回我的婚事就好像砂锅里捣蒜，单看大姑娘这一串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一黑！哎呦！家园！哎，来喽！回府求福，三月之内迎亲。是。二老的娘亲留步。儿啊，将这杯酒喝下去，俺二老祝你一路顺风。多谢二老爹娘。兄弟，你虽是姐姐的义弟，咱二老爹娘可是把你当亲生儿子。这次进京应试，你要争点气，考个头名状元回来。多谢姐姐。二老爹娘保重，孩儿去了。姐姐保重，兄弟去了。去吧，去吧。
请。保佑我儿得中武状元，今奉香油三代，愿佛等长命。请施主厢房用茶。姑娘，忙碌到哪里去？花轿来了。哎，不是花轿来了，是少爷得中状元回来了。哎呀，快去接俺状元兄弟去。生气，你看我这不是盖上了吗？
了，过三天我就来看你。啊，儿啊，去吧。啊啊，哎，娘啊，别难过，盖上，盖上。Thank you.
的，都说是新年是浓眉大眼有福气，人也是身材的多苗条啊，俺的长得别有喜，俺水灵灵的大眼俺俺双眼皮，水灵灵的大眼双眼皮那么样啊，掀开那个脚帘看仔细，穿锦衣不用说就是那个他，哎他俺的女婿那个呀呀，文状元把俺送啊，啊武状元把俺娶呀，俺本是文状元的姐姐武状元的亲，
Thank you.
是梦里，像是梦里又像真。贵人，少爷，小姐，嗯，哎呀，我的妻，你的爸，爷，这像啥话？渐渐渐晓得我
不发烧，咋说起胡话来了？这拜这个那个了，姐姐又不是外人，有啥话你就对姐姐我说吧。姐姐出轨，我的病。你又说胡话了不是？我出轨碍你啥事儿了？哎，姐姐出轨是兄弟把情送，求夫见一女，好像其变容啊。相思，你真不害羞？你爱人在何处把情诗来定定定？干爹没他叫什么名？姐姐呀！可巧了，俺府那个丫鬟咋也叫个王定云嘞？她是哪里人士？听说老家是宁云。哎呀，他二人相貌相同，名姓一样，又同是宁云人士。可是他怎么了？我那妻子他去世了。啊，他怎么死的？投河而死。这么说来，王定云他不是人，他是个鬼。哎，
这青天白日哪里有鬼呀、啊？姐姐替我问个明白才是啊。你个人顶亲事有啥证无有？相当为证。拿出来叫姐姐看看。姐姐，你可别要我的呀！嗯，我当时啥稀罕东西嘞？这不是个香草布单吗？你想要这个呀？姐姐一会儿能给你缝七八十来个。我不要你的。我知道你不要我嘞。兄弟放心，回家我就给你问。哦，哎呀，多谢姐姐。不用谢了。再谢姐姐。你白谢了。咦。贾员外。贾院，嘿，老员工，来了，上哪儿去了？你不知道大姑娘事儿多吗？大姑娘又有啥事儿啊？回婆家，刚回来，也不多住几天，急着回家，邻居要笑话。你少管闲事儿。那好，我去备轿。不行，那轿不是慢了？套车，嘿，那车不更慢了？那咋办呢？备马。大姑娘，你敢骑马？耶，别说是马，就是骆驼，我也敢骑。快备马吧。是。
少夫人，你叫我。丁英姑娘，进来坐下。丁云，你是想家了吧？小女子父母下世已经没有家了。你是哪里人士啊？宁云县人士。宁云县有个兵部府，离你家远不远呐？不远。我想着也不远。丁云，我这里拾了一样东西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。你看，想呢，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算了。丁云，兵部府有个大公子叫张志成，你听说没有？他不是。不是什么？他小女子不知道。也还这才是当事人不急跑腿的急。等会儿我也叫你记记。你不知道，我知道。张志成是俺义弟，大笔会是中了头名状元，只可惜。可惜什么？那天国府送亲，也不知道看见哪个死丫头了。回家就病了。有病就快请先生才是啊。真病好治，心病难医。我那兄弟的病啊，是越吃越病越重，如今也是人事不行，只怕活不到明天了啊。Thank you.
偏要让我往外求。思前想后心又说，不怕你丫头不上钩。丁云，刚才我回府探病，我那兄弟对我说，姐姐呀，兄弟的命苦，如今是快要入土的人了，要能再见丁云一面，说上一句话，我死也甘心了。我的苦命的兄弟呀，这怕去晚了，就见不成了啊！我哭俺兄弟嘞，那你哭谁嘞？少夫人，我就是你要找的王定云那、啊啊、大龟大龟，哎呀、啊、你不要动。不，我知道你死了去，你可不要吓唬我、啊、少夫人，我可是啥都不怕、啊、哎呀你不要动。我没有死，被人搭救了。被谁？谁搭救了？啊，被邱大人上任的管川搭救，收留我做了丫头。那好，你站那儿别动，让我摸一摸。我常听人家说，那死人身上是凉的，那活人身上是热嘞。好，我不动。我告诉你，大姑娘，我可不是省油灯。哎呀，你别动，别动，你要动一动，我都得蹦三蹦啊！你也太胆小了。谁说我胆小？在娘家时，两个丫鬟缠着我，我都敢看死黑马啊！啊！哎，别动，别动啊！我就知道你没死。啊，他的笔定云放心，只要把你的身世问清，我那兄弟的病啊说清就清。定云，你二人既是夫妻，却为何落到这个地步啊？不怕少夫人见笑，俺二人是私定终身，被爹爹知道，恼羞成怒，逼得我逃出家门。哎，你那狠心的爹呀！定云，既然你心里有他，他心里有你，就应该想办法早日团聚呀。如今事过境迁，他是贵人，我是丫鬟，为了他的前程，小女子不愿高攀。哎，看你说嘞，俺那个兄弟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呐、啊！
他虽然有情有义，只怕你那二老双亲也不会应允呐。俺那个老爹别了没啥毛病，就是好讲个门头高低。这件事是不好办啊。喂呀，娘子，你来了。不要脸了，别累坏了身子，回房歇歇去。娘子，这几日你车上来，马上去，忙的什么事啊？大事、好事、正经事。娘子，到底什么事啊？等我见过二老爹娘再说吧。娘子，见了二老爹娘，你可要放得稳重些。我
知道，大姑娘啥不懂，还用你来教我？哎，哼，留个这头脑样，躲你那一道，回房去吧。哼，好好好好好。哎，你走不走？嗯，哎，嗯，嗯，好好好好好。我要管不了你呀，我就不是个好管家。给扇子，扇扇。了，儿媳坐下，谢坐。儿媳，你那爹娘可好？我那二老爹娘安好，临来之时让我问候二老公婆安好。文贵人病体如何？已经痊愈了，多谢二老过问。儿媳这次回府没有多住几日，急忙回来为了何事啊？二老容病，我家爹娘想为我那兄弟求娶我父定云为妻，不知二老公婆意下如何？娶定云为妻、啊、老爷你看呢？嗯，按照伦理纲常，理应门当户对。不过，即使他儿老愿意，你我应允也就是了。儿媳，这门亲事我们从下了，快国府对你那二老言命，三日之后国父送亲。哎呀，好啊！儿媳。
哎呀，我的娘啊，当媳妇儿真不如当闺女。哎呀，三天后国父送亲，俺爹娘要是不愿意，这件事可就热闹了。家人，家人，啥事儿？沙夫人，回娘家，快带妈。是。看你兄弟的病了吗？去了。得的什么病啊？相思病。啊，相思病，他这病是从谁身上得的？还不是从我身上得的。耶啊。说啊，女儿出轨时，我那兄弟前去送亲，在邱府见一女子，回府以后又是成病。恁二老想想，这病不是从我身上得的？娘啊啊，难道是从你身上得的？咦，这闺女。爹呀、啊，再不然是从你身上得的？嗯，你又胡说起来了。闺女，哪个女子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这事越说得清楚，麻烦越多。嗯，还是省点事吧。爹呀，啊，那个女子叫王定云，哦，人品端正，温柔贤惠。嗯，你们想想，她要是不好，俺那兄弟能相中她吗？嗯，说的也有道理。既然他人品出众，派人国父提媒说亲也就是了。爹，你说话可得算话。我说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坑，还有不算话的道理？娘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那好，我提媒说亲去。回来，回来。她既是邱府小姐，为啥姓王啊？谁说她是小姐？她是丫鬟。啊，丫鬟啊，那不能去。爹，刚才你说嘞，刚才我说嘞，叫大风刮跑了。想哄我嘞？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面都多。娘，你看看爹。不能怨恁爹，是你没有说清楚。哼，爹呀，只要人好就行，管他丫鬟不丫鬟嘞。闺女，别说傻话了，恁兄弟是个状元，不说赵驸马，这州城的大家闺秀，还不是随咱挑进咱间，咋着也不能找个丫鬟。强扭着瓜不甜，你就是把钱说赚，咱也不能娶个丫鬟。
想也是个丫鬟，你看咋办？恁爹说的对，咋着也不能娶个丫鬟。嗯，那你嘞？我咋了？你是啥出身呢？俺娘家的门头可高着嘞。咋高啊？俺爹一出门先哐哐哐敲三八二十四声全锣，他威风啊可大着嘞。是啥官啊？你啥官啊？吹糖人嘞。看看俺爹虽然是个大官，也娶了你这个吹糖人的闺女。咦，他啥大官？他是个磨官。啥？耶，咦，你可不能说磨官，恁爹真是磨面的出身，提起磨官他就恼火。娘啊，咱家都不是名门出身，可不能嫌弃人家呀。娘，你帮我去说说俺爹。娘，好，走。爹，你想通了没有？想通了，晚两天再给他兄弟选个好媳妇。你代表俺兄弟想想啊。他也得为我想想啊。咱这种人家办事不能让人家笑话，我虽说学问不大，可有家有功，好歹也是个四品官。你是个啥四品官？你是个磨官。俺娘说你当兵之前不读诗书不上学，收买磨面等大路。哎呀，这是他娘，你某话就别说，不该出主意接我的老弟儿，我不就这么的端出吗？哎，这算啥端出？前朝吕蒙正讨饭，王玉成送面，这磨面丢啥人呐？嗯，是啊，谁能不吃面呐？嗯，爹呀，你好好想想，门第再高，俺兄弟不喜欢，恁二老也是白费心。再说，恁二老就这么一颗单根独苗，只怕俺那兄弟一时想不开，有个三长两短。
俺爹也没儿，俺娘也没孩儿，俺也没兄弟了，可叫咱一家人咋过嘞？我越想啊越难过，我越想啊越不好受。百年后谁与俺爹摔脑盆呐？哎，老头子，这门亲事你就应允了吧？啊？怎么，这门亲事你看着也中？中中中中中，你说中咱就中。哎，道理我也说不清。冯天娜，给你兄弟提门说亲去吧。女儿遵命。这闺女，我跟俺兄弟偷信去。